应在八局好投，勇夺第四胜。八局上两出局，醉了！陈伟英主投八局失两分，助精英以4-2力克游击兵，英仔也拿下本季第四胜。精英昨天在主场迎战游击兵，虽然游击兵前几场火力大爆发，不过英仔可是没在怕的。哦吼！速球对决 K 掉了游击兵重炮莫兰德。英仔昨天用球量非常精简，勇于对决打者，虽然被敲了两发洋春炮，分别是在第三、第四局各一发。不过 ，so what？ 英仔全场只被击中4支安打，投87球，其中60球是好球，还在多次关键时期化解危机。全场折失2分，防御是超优质的2.84。当然，队友的每一记防守也是功不可没。有两个 play 都是守得非常漂亮这样子，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是球星手，因为他脚其实也不能说很慢，但其实也蛮快的这样子。那 Manny 很漂亮吧，那一球守下来很开心，因为 Manny 的守备这样子，让今天的比赛赢得更漂亮这样子。队友适时的火力支援也为英仔带来制胜的契机，特别是哈迪在7局下的2分炮，让精英后来居上。英仔昨天胜投后，生涯对游击兵战绩5胜0败，对战防率1.80，犹如成为游击兵杀手，难怪心情好，老英文喽。Just pitch, just pitch. OK. 东新闻综合报道，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。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。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